全副武装在山区穿梭，美国和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距离只有100公里的山区进行联合军演，果然引起北京直跳脚。违反了中印双方签署的1993年和1996年有关协定精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炮轰印度做法不利中印两国信任，已经向印方表达关切。但面对抨击说法，新德里当局也有话要说。Thes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1993 and 1996 agreements that the Chinese side needs to reflect and think about its own breach of these agreements. India exercises with whomsoever it chooses to, and it does not give a veto to third countries on this.印度外交部也没在怕，连环反击，要北京当局管好自己，反省自身作为。不止印度硬起来，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清楚表态抗中立场。China is an increasingly disruptive global power. 加拿大先前公布的最新印太战略才句句剑指中国。赵美兰2号受访，再度重申强化加拿大在印太地区扮演的角色，准备在中国破坏国际秩序时向北京当局发起挑战。面对中国野心勃勃，国际态度越趋明显，必要时将共同对抗中方，维护印太安全。新闻高一婷、陈信报道。